Ei, eu tô iniciando! Não me engano! Ei! Calma aí! Eu tô vendo nada! Ei, por que não tá aí? Ha! Ha! 嚣张是不是啊？ 你有本事不要用火箭炮，他妈的！ 来老站里了，哇，跑这么快啊！肯定的，还想黄色车路？哈哈，再给你玩吧！哈，再给你玩吧！哈，妈的，太巧合了吧？太蠢了吧！妈的，你刚有动吗？没动啊，我就看看会不会砸到我。妈的，真的砸到你！啊，好痛！ 我好痛啊！我还没被这样撞死过，让你爽一下哈！哇，果然这台车好开太多了。哦，马上来到新境界，新境界靠北哦，这台车真的比差八零好开太多了。差八零就叫你开公巴车吧，哈，公巴的，大家开公巴的，乖乖开公巴。哎，哎，哎。 真的，经过上次那一关的荼毒之后，我觉得墙壁好爬多嘞，墙壁不算什么东西了，你也不算什么东西了，我们已经学会那招飞檐走壁了，技能点满了啊，飞檐走壁哈，飞檐走壁，但是我还没有学会那个躲避闪那个障碍物。前面铁钉阵不太好躲，那个间距太短了，我觉得很靠背。上次我们玩9个小时才过关嘛，那这次你说比难度更低嘛，那这样会不会更久啊？ 不是难度更低啊，怕他出更低啊，怕他出更低，这样难度也是变低的啊。难度变高了，你到底是脑子哪里的逻辑线断掉了？你懂我的意思就好。哦，我懂你，别人不懂你啊。你听到都被我懂啊，我当然懂你啊。懂什么？你不要用污咯啊！我没有污啊。靠腰，这傻小啊！行不行啊，垃圾！我在前面准备搞你，你没看到吗？靠背，你搞我干什么？啊！ 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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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！靠背，我把自己插死。再让你玩，再让你玩，再让你玩。嘿，你不要挡路好不好？你就死路这样。给我越线爬到后面，你就永远过不去，我就永远变得路障。你就不要我他妈跑的并快，你就完蛋了啊！这次我一定要让你看什么叫做路霸。好，我也是高手的，只不过上次就说是让你的啊。哎呦，这是谦让。过了，铁钉之阵，现在来快来到5块墙壁。 我早就到那边了，墙壁之阵挂啊！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来自虐，就是他爽啊！你等着被我弄爽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平常都是我把你弄爽啊，但现在让你让我爽一下，爽死！这个铁钉真的是不好弄。技术，我都过不了几次了。哦，很优。来到5面墙了，墙壁了。哎，他墙会伸缩的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哇！ 加派，他还好，伸缩幅度不大，后面不知道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哇，很会的呢。
哎呀，闪开啦，路障！闪开啦，靠北！哈哈，你才是死路障！看、啊、你这个路障，路障，路障！哦，前面已经对我来说小 case 了。哦，他妈卡一下，还有没过？啊！小 case 啊，小 case， 真的是小 case。我是在第三那个障碍物的时候倒的，好不好？小 case 呢，那超小的 case 哦。我是在第三障碍物才倒的耶，拜托。就小 case 啊，哦，有一只卡，奇怪，我电脑一直卡。哇靠，竟然从那边飞上来。我决定这边多加一点那个车子好了。来啊，你有看到死掉的地方吗？欸，有没有办法帮我炸一下？哎呦，啊！你等一下经过的时候应该会发现我的车子也在那边，看到了吗？没有。就是你刚才炸死你自己的那个鬼地方，靠背，别急，在干什么？啊！在秋嘛，你在秋嘛哈，有本事就不要在那边吓人。要是你没有站在那边，我就过了。现在我才是高手啊！好，你这个垃圾，靠腰啊！想干什么？干哪里啊？下一次卡在这边，怎么回事？嗨，垃圾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等你过来啊！我刚才经过好多次啊！哦，哦，哦，不拿火箭炮了啊！没有火箭炮了，哦，玩完了，算你爽！终于没有火箭炮了，看你后面怎么嚣张了！你还在那边干什么？啊！哈哈哈哈！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他妈子弹太多是不是？我子弹是蛮多的，靠背嘞。妈，可惜我没有火箭炮，不然给你死他妈的！干了！去哪了？这是很喜欢的。妈，我一定要制裁一下你这个王八蛋！来，来，来啊！正在爬妹啊，爬快点！哇！这才叫高手！高帅了！啊，俺们是小 case， 俺们的小 case， 啊哈，那你的，俺们的小 case， 俺们的小 case， 那你的，俺们的小 case， 你的，俺们的小 case， 小 case， 俺你的，俺你，俺们的小 case， 俺你的，俺你，按一 R， 键盘要按一加 R， 按一 R，OK，OK， 真的对这 GTA 感觉到厌世、厌恶。下一个点到底在哪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已经有看到过了。还是我们直接去找直升机了？上次没有嘛，这次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刚才不就想找，靠背嘞。哎、欸，又多一台车哦！那边越哎，呦靠北！我的车，我的后脑勺还被砸到，我的车！我今天很容易被车撞哎、欸！你今天跟车有仇、啊？问你啊，哈，你怎么开的哈？就你这长得厌恶的样啊，让人看到人人喊打！哎呦，新大陆哦，快快点，新大陆啊、哦！还久还久，你大概只绕了半圈而已吧。干，还又多一个正的，多一个黄色的。我刚刚都已经到那边，你现在才到那边哦。检讨检讨检讨。跟你讲，你前面到不代表会比我更先到后面啊。至少比你有机会啦。没有呢，我觉得。我现在已经完全抓住这个 tempo 了，哈。假赛了啊！这个 tempo 抓住那么久，你都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鬼东西。完全抓住了，你死定了。你都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鬼东西呢？死定了！让你这只贱鸭子嘴再硬一点，死鸭子嘴硬。哈哈，看谁贱鸭子！哎呀，五道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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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关！哦耶！第二个黄色圆弧，第二个黄色圆弧，第二个黄色圆弧，继续吧！哎，上去了，然后接着加速阵，然后五个人形立牌，还不知道吃到死回来，吃到死回来。你在讲话，你重新来一次，我调节，来调，用力调。好，我调。我好好的调教你全家的姐姐。好好好，是哦。一个一个抓在床上调教。妈的，干飞机了！不行，你声音还是好大声，我再调低一点。来来来，你来你来。我来我来，用力来。来来来，插死你，干死你妈！来来来，操我妈！看谁插谁，谁干谁妈的！干到你妈笑、哦，是哈，哈、哦、哈、哦，好 ，OK， 嗯哼 ，in my shit， 怎么样？怎样？我今天不是休假吗？休假怎样啊？你为什么要抓我来打游戏？真好啊，边玩边录很好啊。
妈，这叫虐，不叫玩，这叫玩，这叫虐。而且我明明说了一个月之内不要想找我打 GTA， 你说过了一个月了，屁啦，真的啦，我们上次很久之前录的，有吗？有啊，假赛，我们上次是过年的时候拍的啊，来看过年，过年还没一个月，在讲啊，过年什么时候？二月快底，我们是去年过年玩的好吗？哦，我们有玩那么久吗？当然啦、啊，你怀疑？妈的，那个冷肖维，你才最会冷好吗？你冷，鬼话都能够让你扯到神话，哦、你的话能够听屎都能够吃，屎可以吃啊，屎可以吃啊，好，你吃，来你吃，自己讲过的话都忘了是不是？你吃啊。